大艺小 H 陆总。Hello， 大家好。哦，好久没有一边吃早餐，然后一边跟大家聊天了。我今天早餐是一大杯牛奶，一大碗牛奶，然后加上两种我最喜欢的 cereal， 一个是那个带桂皮香的那个脆口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巧克力豆，非常喜欢。就是它最喜欢就是到最后牛奶被泡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剩下那个 cinnamon 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加上那个巧克力的香。好吃。今天本来是想早上化妆的时候就开始录视频，但是因为心儿早上起的比较早，然后等到全家人都起来的时候他就有点闹了，所以就没办法录。就主要想推荐一个这个给大家，这我最近用特别好用，这是 NARS 家的那个眼影打底的，眼周就特别的暗沉，因为我经常熬夜，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熬夜，就是昨天晚上也看剧看到凌晨快两点。我最近在看那个，我扯远了。我最近在看那个韩国，在看泰国的腐剧，叫做《为爱同居》，还叫就是什么真香定律啊，什么墨菲真香定律啊。然后反正追剧追到凌晨两点。然后这个是回到那个化妆，这个 NARS 家这个眼影打底，我就觉得特别好用，因为它就是修容嘛。因为我之前都是用那个 NYX 那个修容盘，它的打底就是偏黄，然后 NARS 家的这个颜色就是你要根据你的眼睛颜色，就能明显感觉它比我的皮肤是相比它是发黄的，所以它正好很好能帮我遮盖我的黑眼，就是眼周的暗沉。最近我老公上班特别的辛苦，他因为换了新的工作，他的工作他就是说在换了一个子公司，就是他总公司帮他就是说调剂换到了另外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所以他现在一边需要就是说做着以前的工作，然后又要接手新的工作，所以他等于一个人打两份工。他每天早上几乎从早上7点钟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11点，甚至有时候要是到12点，就特别特别辛苦。所以呢，我今天准备挑战，然后做一个手抓饭。因为他上周的时候去美国超市买了一些那个羊的肩膀的那个肉，然后有点类似于像小羊排，所以准备今天给他做一个手抓饭。因为我知道我家里正好有感恩节剩下的洋葱还有胡萝卜什么的，所以正好都是那个还有香芹，这些都是可以做手抓饭的那个材料，所以我准备做一个不辣版的手抓饭。其实手抓饭好像就是不辣的吧，因为我在我印象中新疆的饭菜都是像大盘鸡什么都是有一点点微辣的。对，准备今天做一个手抓饭，就是今日挑战手抓饭。米饭我已经提前泡上了，这个至少要泡2个小时。大腿，仙儿陪姐姐上课呢，仙儿陪姐姐上课呢。
上课了就可以帮我退下一下洋葱。刚放了，我也要。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非常好吃。因为翻动不及时，有个别几个地方糊嘎嘎了。是，羊肉糊一点比较香。嗯，是羊肉。吃饱了就要出来散散步。来了干嘛？来了新买的小雨靴，然后特意找一个小水洼踩水洼。像那里边去踩去。